早安，庄。今天我跟文当带大家去我在台湾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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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吃的食物之一——锅贴。噔噔噔噔，锅贴。虽然日本呢有卖很多饺子，可是在日本根本就找不到锅贴。那我朋友就说，日本有一家店，他们里面卖的饺子就是锅贴，叫我一定要去吃。是讲么锅贴，哈基美里的香。错。え、どんな味なの？普通の餃子じゃないの？餃子なんだけど、それでも餃子じゃない。餃子じゃない餃子ってこと？そうそうそう。まあ、とりあえず私台湾ではもう本当大好きで、毎週絶対食べるやつ。おー、新しい世界だ。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车站呢，是金堂车站，店名字叫做庄记饺子。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店家的外面，他们店家外面这里呢有午餐 menu。午餐的时间呢是中午11点到3点半，卤肉饭定时，还有炸鸡定时，下面还有牛肉面定时，还有台湾麻酱寿吧。台湾是没有看过这个面啊，但是日本他们叫这个面叫台湾麻酱寿吧。还有麻婆豆腐定时啊，他们呢都可以选择要水饺还是要锅贴。これが食べたかった。普通の餃子に見えるけどね。違うの、違うのよ、ふーちゃん。何が違うんだろう。なんか食べればわかる。まあ、美味しいよ、本当にこれ大好き。心臓前等他们代位。那你就好。他们这店里这样子用很摩登的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坐到位置上了。他们这个整家店的装潢都超复古的，大家看后面还有台湾味的海报哦。这个是饮料的菜单，很可爱，还设计成这样。你好，你好，好，谢谢，谢谢我们当哦，谢谢。哦，对，我是张。张。他们这里饮料很丰富，主要是卖酒比较多。除了一般日本比较常看到的酒之外呢，他们这里还有卖台湾的鸡尾酒、花莲乌龙茶、西门蓝莓酒。它这个很酷哎，像花莲乌龙就是杏子酒再加上乌龙茶。台南マンゴー美味しそうだね。台南プロジュースとマンゴー酒。美味しそう。哎，これ飲んでみようかな。ね、いいね。昼からお酒いっちゃう。いいね。下面还有绍兴酒跟ソフトドリンク。ソフトドリンク呢，他们这里有苹果西打，还有黑松沙士。富江，これ飲んだことないよね？台湾コーラ。あ、ない。なんかチップの味がするとかなんとか。富江に今回黑松沙士飲ませようかな。なんか台湾行った時でもなんだかんだ飲まなかったもんね。そう。那这个菜单呢，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午餐定时。定时的种类有非常多种，其他还有单品可以单点，看起来都超好吃的。但今天最主要的就是锅贴还有水饺。哎，大家看。那锅贴五个只要日币290日元，含税的话要319日元。以台湾来说，价钱算蛮贵的吧？可是我觉得以日本的价钱来说，这价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这500元以上するのね。So， 他们店里的装潢还有麻将，整个装潢真的都好可爱、好复古，还有写欢迎光临。我们两个点的饮料来了，首先是我的台南芒果，这个是芒果酒，再加上凤梨汁。然后呢，文当点的黑松沙士，他人生第一次黑松沙士，而且大家看他们的杯子设计。超可爱的，还有写九份桃园、士林、高雄、西门、台南。今からルーちゃん台南マンゴーカクテルを飲みます。お、え、酸酸甜甜的好喝，凤梨味比较重。嗯，美味しいでしょ？美味しい。大家，这个台南芒果好喝耶。美味しいねやっぱフルーツ大国だ。然后是我们文当的黑松沙士。これが有名なシップ味のコーラ。そうそうそう。何？シップの匂いがする。ああ、シップだ。え、でも俺好きかも。え、好き？私苦手なのよ。本当のシップって感じじゃなくて、後味がちょっとシップなだけで、でもコーラはコーラなの。逆にさっぱりする。どう？俺結構好きかもこれ。我们闻到研究它黑松沙士里面放个什么东西会有这个味道。台湾製造のシャポーがシップ味するのかな。かもしれないね。すげえな。でも俺結構意外と俺も苦手だと思ったの。シップ味のコーラと思ってたんだけど。宝贝，シップ味のコーラじゃない。普通に黑松沙士でいう名前。我们的锅贴来了！哇哦！やめてぶちゃん，这个外观就跟台湾那个八方云集长得一模一样。我就是想吃这个，好开心啊！大家看它这个煎的焦焦的样子，我要疯掉！看起来超好吃，而且好香哦。
然后他们店家附的酱料呢，没有酱油膏比较可惜，但是他们有醋酱油，这应该沾水饺用的，这个是沾锅贴用的，旁边还有辣油。哎，大家看他们家店的酱油小碟子也超台的，然后大家看他的汤匙是这一种非常的台的汤匙。我们现在来加一下锅贴的这个甜酱，它虽然不是酱油膏，但是它也是比较稠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水状，所以它沾锅贴是蛮适合的。好吃，好吃，好吃，蛮像高丽菜锅贴，好吃哎！它里面的馅料虽然不多，但是它的外皮非常非常的酥脆。我觉得以日本做的锅贴来说，真的已经很好了。来日本今年第六年，终于吃到锅贴了。然后我们两个点了炒青菜来了，果然来吃这种台湾餐厅就是要吃炒青菜。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文当挑战他人生第一次的锅贴。いただきます。うまっ。確かに全然違うわ。味もだし、あとサクサク感、あとなんか細い、食べやすい。普通。あ、で台湾でお母さんと週一絶対食べに行く。なんか台湾はこれがキャベツ味みたいなんだけど、カレー味とかキムチ味とかいろいろある。このカレーがまた合うわ。好吃吧？好吃。它这个分量呢也还蛮多的，在日本其实很难吃得到青菜，所以看到有炒青菜都会点一下。那我们来吃看炒青菜。おいしそう、好香哦。おいしい。吃得到那个蒜头香。さっぱりしてる。そう、なんかね、台湾のみんなレストランだと絶対こういう野菜炒め。これも合うね。我们两个也点了一份菜爆能，他们这个菜爆能呢，葱是放在上面的，台湾应该是做成葱蛋吧，然后上面有撒一点黑胡椒。他们这个菜爆能的菜爆跟台湾不一样，台湾的话是菜爆嘛，他们这个呢是细长的萝卜丝。这一道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台，然后吃起来呢比较清淡一点点。然后我点的五间套餐来了，我点的是炸出来麻婆豆腐，大家看整个都爆炸了，然后还有水饺。白饭，白饭呢是可以无限盛的。那我来吃看他们的水饺，水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沾这种醋酱油。哦，好吃。这个酱油很搭，水饺也好吃。这家锅贴的水饺也推荐。文当，你来吃看水饺。水饺，好吃哦，这个。嗯，吃酱油合うね。他们自己店家是推荐沾酱油膏，但是我们台湾一定要沾醋酱油，所以我就跟文达说要沾醋酱油来吃。焼き餃子の方が好きだ。あ、だしも。大好き。黑松沙司。意外とね、好食だ。那我来试看这个爆炸麻婆豆腐。いただきます。ご飯に合う。いいね。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っちゃう。いや、また俺夜市行きたくなったよ。いや本当にね、あそこでね食べた屋台のメイクレープパン、卵入れたやつ、美味しくて。ふわふわだもんね。途中警官来てね、みんな逃げてたけど。またあれもいい思い出で。一緒に走ってたもんね。追いかけてた。真的很开心，我当然喜欢台湾料理，不然我自己一个人想吃的话，觉得很寂寞。じゃあ俺苦手なものあったよ。ピータン。ピータンとか。あとあのもち米入ったあのソーセージ大変苦手だったよ。大肠包小肠。おう、そういう気や。あれ私大好き。还是狂喝黑松沙士。マジうまいな。飲めば飲むほど美味しさが分かるわ。台湾の料理ってやっぱ脂っこいからな。そこにシップの味が加わることによって後味がねさっぱりするんだけど。バペシップじゃないのよあれ。シップです。现在认真看他们旁边这个照片，真的觉得好台哦，好想回台湾哦。大家看，还写这个注音的“叉”冰的“叉”，好可爱，好想家哦。这样子看，还有公园的阿伯。那我跟文当现在已经吃完出来了，这是我们两个这次吃的价钱。首先是黑松沙士490日元，然后麻婆豆腐套餐是1280日元，还另外点了锅贴10个580日元，炒青菜740日元，菜爆能590日元，台南芒果酒490日元，总共6样是4459日元含税。本当美味しかった。日本ではねなかなかない味で、台湾もまた美味しかったんだよね。它那锅贴虽然里面料没有到很多，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棒，是太久没吃到了，超开心。然后大家看我们文当今天穿的衣服，等等，
是一个小熊踢球的 polo 衫。あれが本当の台湾の味なんだね。そう、まあ今度台湾に行ったらもっと私好きな店を連れてあげる。ねえ、楽しみだ。ねえ、なんかね、台湾では食べるときに豆乳と一緒に食べるの。豆乳？普通の豆乳以外もあと黒い豆乳も好き。あ、そうなんだ。啊，好累。那我拿帮我拿相机。我的话呢，都一天要边吃锅贴边配豆浆。しかもね、台湾ではあのご飯スープもあって、ふーちゃんの大好きな料理もっと満喫できる。いいね、楽しみ行きてえな。我真的来日本最想吃的就是锅贴，但是因为日本真的是找不到锅贴，所以今天吃到真的太开心了。あのね、棒餃子だけでも食べる価値はめちゃめちゃあると思う。私30個食べれるの。台湾コーラがね、意外と飲めて、しかもね、台湾料理に合うの。我真的没有想到文丹会喜欢喝黑松沙，我本以为他一定会觉得不好喝。好喝でした。好，那谢谢大家也看我们今天这支影片。今天吃完之后呢，我更想回台湾吃锅贴。可是我觉得这一家的价钱在日本已经算是没有很贵。如果住在日本，大家想要吃台湾的锅贴的话呢，可以来这里吃吃看。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好吃でした，好吃でした。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